那你看嘛，现在又是特别大的雨嘛，我爸这会儿还在弄那个后院，又开始下雨了。你看，快把我们洋洋给冻的。好冷呀！在培育下的，气温骤降，特别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洋洋，是一位类风湿患者啊。大家现在看到我是这个样子，现在在龙椅上生活。我们经常劝别人说要温柔，要善良。的确啊，温柔的力量永远胜过邪恶跟暴力。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得能示弱也能示强。示弱呢是低调跟谦逊，示强呢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时候必须得要有菩萨的心肠和狮子的力量。站得高了呢，永远不要飘，但是当我们跌入谷底的时候，也永远不要弯腰。相信自己，走过黑暗之后，慢慢的会越来越好。你再过来，哇，你看我的小葡萄棒不棒？你往过来一点，我看看。你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啊，让你洗，妈给你，哇，好棒呀，都自己。自己会洗头发了吗？应该是个大宝贝吗？嗯，大宝贝啊。嗯。那你让妈妈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蝴蝶宝。啊？蝴蝶宝。妈妈。拿来了。蝴蝶宝啊。避雷针啊。很多人都说我那个腿上没感觉啊，其实腿上没感觉怎么能动呢？你说我这个是关节上的毛病，又不是神经上的毛病，是吧？我这样来回锻炼一下。怎么了？阿秋感冒了呀。哇，你这洋气啊，这二郎腿翘的。哦。宝宝，宝宝，你看你这个腰子来看吧。哼。西红柿鸡蛋汤，泡的菜。腰子来，可是会剪刀手。我还鼻子，哇，这行比的好看啊、哦！再比一个，好好的比一个。嗯。